南投县的郭姓乡北港海的叉巴河系东岛，其中的北港村是闽南一类山乡，沿着系木竹片条，加上被实施到附近内的田桥本水打铁，未影响到的附近内人家的安全。同时，每滴北港海水的浓度没有陆带本打铁的前提咯。经过提防气反应，南投县政府今日就去飞看韩国人士被关押去施工。好好的来解决居民的问题。北港村铁十里的林长讲，连七间温泉小公分冷空已经不够其他摆呢，最近之路已经流空。居民受路过真正的团体，所以向南投县政府申请，希望涉及得到改善。因为千多年前风灾来，跪下那竹跪下掉下坡去，那跪下被除害，啊，变到了路带弄空壳嘞。啊，看那村了墙吼，或者那墙两片开呢，啊，动啊弄空壳嘞，去有登去，啊，所以造成交通中断了，啊，就非常不幸哈，所以我们会尽快的啊，来把这些挡土墙做好，保护哈啊，人家居民的通行的安全。琼花岛北港村铁石林地段的山坑，每年只无做崩，田桥当年做下崩树割片。当地村长直接向县政府申请，希望是天修做崩，来确保田桥同民众的安全。本来只系平平，即地是起到遐去的，吼啊，就因为大水来一届刮呢吼，啊，就愈刮愈入来啊，啊，即卖边啊个人个住宅吼，啊，就愈刮嘛，危害到啊人家附近的居民咧，一个住的安全啦。啊，尤其啊，这山坡地的这溪水遮大吼，啊，所以为了保护人家旁边这住户啊，跟林地啊。能够获得保障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、啊、来会勘哦，啊，这条工程会大概要将近280万哦。另外，关系因为会勘还包含重复村寿兴宫庙墙工程、东北山村中国康家客工程，县政府按算用600万来填修改的关系乡村长期以来问题。大家新闻的彭琪南投报道。